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要吃炼乳弯弯跟那个咖喱星星煮星星。好，弟弟要来开箱吃这个弯弯脆果哦，这包有写让心情转个弯，还有这个给爸爸看一下这个满天星咖喱口味的饼干。那你要先吃哪一个？我记得这个就是数星星的那个。对，那你要先吃哪一个？先是这个微笑的嘛，你看这里有个笑脸，没看到？对。要不要这个？要先吃这个。哦，你要先吃那个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就开这个来吃喽。那一定要吃个爱心巧克力了。对，吃吧。看起来真好吃。我已经闻到咖喱的味道了，很浓，对不对？嗯。什么？这个啊。咖喱口味的。咖喱口味的满天星。怎么了，姐姐？好好吃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好吃哦，姐姐说好好吃。很好吃啊！天哪，好好吃哦！谢谢，我吃看看，我只闻到味道哎。嗯，超香的，姐姐，好好吃哦。好吃。哎，这个真的好。好好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去分享，快点去分享。哇，天哪，不得了啊！这个真的好好吃哦。野菜咖喱口味满天星，赞啊！爸爸，什么事？你看起来很像爱心呐。啊，我知道，谢谢你的爱。